走了。今天是我们康达青年是到这个福利院去那个把那个拉到捐款给他们。啊，那就是我们拉到的捐款。好了吧，拍完之后过来。那么这是我们的社团的后勤工作人员，雪花的赞助品，还有这根烟。那些是福利院的宿舍以及食堂，还有教室。这里福利院的裤子。那是福利院的义工。那么他吃最多。这次撞的行不行了？然后他们两个人排不了。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献爱心。这是福利院的。啊，这坐在这里也这么多。对。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献出爱心，然后为常州的那个福利事业做出贡献，公益事业做出贡献。啊，我们是康达青年社，这个大姐妹来。来。好的。那没事。都是我们社团的成员。OK。他喷尿的。